24号的碳循环减肥打卡还有两天就开始了。这次的碳循环食谱，我们就用61岁的姐姐，身高是1米6，冲到95斤的食谱。姐姐刚开始跟我减肥的时候，初始体重也是130多斤呢。61岁的姐姐比标体还降了5斤，可见这套碳循环食谱有多厉害。减肥特别难，怎么也不掉秤了，就想冲刺的。这次我们就一起做搭子吧。我想冲刺到90斤也有点难度，主要还是管不住嘴。我们就用这8天的时间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，姐妹们？还有大基数的姐妹，你们的食谱我也给做好了。我就用8天的时间教会大家减脂餐的搭配和做法。我们这次减肥非常幸福，我给大家安排了脂肪餐还有水果餐。在脂肪餐和水果餐这一天，只要你吃对了，不会长秤的。脂肪餐和水果餐用好了也是掉秤的，即使不掉秤也不会长秤。所有的食谱都是通过我亲身实践出来的。只要是我的粉丝在评论区报上你的身高体重，就是进7群领食谱和打卡的通行证。大家进群领食谱，24号跟我一起减肥打卡，这次我们一定要逆袭翻盘。我们的减肥方法就是纯饮食，不节食，不运动，不吃减肥药。